好，欢迎回来我们的因思路这一集，我们的卡尔小弟啊，这集卡尔小弟跟这个 Machine 要去收集一些资源。那因为他上一集的 Rick 太忙了，忙到累瘫了，所以呢，这一次呢，卡尔小弟要先去这边这个超商呢去收集一些资源。啊，这边有洋芋片、面包啊、罐头啊。多拿一点啊，多拿一点。旁边这个洋芋片多拿一些。卡尔非常喜欢吃洋芋片，尤其是波卡。这饮料拿不起来。我先喝一下水啊，这个东西啊。OK， 我们等一下会经过这个帽，在旁边那里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。等一下我好像听到有人尖叫声啊，好像一个女生需要帮忙，是不是？她被丧尸围住了，看一下啊，先用机枪扫射一下好了，旁边的丧尸实在太多了。帮你旁边的丧尸干掉。这位美女是谁啊？这个美女呢是突击风暴2的那个米娅。哇，真美哦。OK， 我们先把那个米娅加入我们的队伍。我们先把这些丧尸把它清掉，因为它一直归过来啊。这个时候上车应该会有危险。看完小刀，呼啊！哦哦，走开啊，走开！有这两个 NPC 怪怪的，还是用枪好了。故意打起来不帮忙下，哎呦！好，很好，你们站着看看我打就对了。最后一集才会想帮我打、啊。算了算了，看清你们了。好啦，我坐你们的车回去好了。来，米娅说她的我们的 base， 我们的基地呢在前面不远。她只是来这边收集一些东西，然后被僵尸围住了。我先看一下地图啊，在这里啊。OK 啊。这个米娅呢是女人国的其中一员啊。自从发生事件后啊，她就跟姐妹跟家人住在这里啊。我们到这个地区啦、啊、哦，这个上面几乎都是正妹啊。哦，一个正妹在这个门口来跟我打招呼。进去看一下，哇塞，长发飘逸的，拿一把散弹枪啊。这边真的很多美女啊，福利啊，各位福利啊！我从下面往上看，哦，这个美腿爽哦。这个在玩手机啊，在玩手机。嗯，有在抽烟。只是不良示范啊，这位美女。啊，上去看一下，每个都是厉害的高手啊，不是散弹枪就狙击枪。哇 ，AK， 跳过去可以吗 ？OK， 这是米娅的姐姐，她叫做金智渊。OK， 哇。好深啊，深啊！可恶的帽子挡住了啦，挡住我的视线。我拿狙击枪啊，碎哦。OK， 那 OK， 我们现在要求他们加入我们的队伍，因为毕竟你跟他们的
他们的资源实在是太大了，那我们需要他们的协助，所以呢，他们要求说他们的货物可以帮忙拿回来，也是在尼根的一个小型的基地上面。那这个基地呢，就是靠近这个火车区域啊。OK， 不小心把它撞倒，应该没事吧？哦，我先再去看一下这附近哦。哇，这是和服还是什么啊？后面有蝴蝶结，这是向日葵的衣服啊。我刚刚一直以为这粉红色的头发是那个浴帽还是什么东西。不小心撞到他了，看一下，这个衣服好花啊！看一下这附近还有什么？哦，有丧尸！来啊！我在上面，你抓不到我，来啊！哦 ，OK， 米娅，走吧。这里应该没有什么东西啊。这边是好像是他们睡觉的地方嘛，还有一些库存的，这是爆米花、冰淇淋，放在这个地方对吗？对，应该只是放好看的吧。一些破旧的东西啊。OK， 所以他们的基地其实还蛮小的，那他们一直都很隐秘的住在这个地区，然后很少会出去啊。OK， 我们现在到这个火车站这里，好像还蛮多人在这边守卫的，那可不可以上去啊？开始下起了雷雨啊！我们这次任务要先到这个塔台里面，有一个控制这个铁轨的，那我先把警卫干掉。另外一个，好帅！小心，旁边好像还有人啊，好险没有发现。卡尔的枪法变厉害咯，坦克车啊，坦克车太招摇了。对，好险他刚刚发的子弹闪电盖过去了。这个人在旁边啊，我要绕过去啊。够碎。你们低调点好不好？我一个人蹲得很累耶，我脚都快抽筋了。这些尸体没办法拿枪啊，为什么？他不是应该有枪可以给我捡吗？这个也没有。什么？居然没有掉武器？好，先把旁边的士兵摸掉。火车怎么了？模组怪怪。好像把部分的货都已经载出去了，这有一点点军火。那个人好像在盘点，旁边还有人吗？这个干掉。子弹不会贯穿啊！好险他没有发现啊！他好像在听音乐，没关系，摸进去，大步快走啊！你好，一位老兄。喂，我养一些杂鱼。这个要理他。这是一只熊吗？这只熊怎么看起来怪怪的？哟，好危险啊！好水哦。我轻松啊！这里啊，把这个拉杆把它拉下去，然后铁轨就可以转向，火车就可以通往到另外一个地区啊。
他们就可以获得他们想要的物品，这样子他们可以加入我们的阵营呢。OK， 我们先看一下这里还有什么，附近还是很多人啊，把他们都清掉好了。好，太好了，至少获得一些坦克车可以用。OK， 这个基地我们占领了，睡哦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那个熊，是熊啊。他的头怎么在下面啊？浮起来了。看到我居然不会跑。另外一只，哦，直接爆头，睡哦。我来看一下这只熊到底是怎样的。哎呦，滑下来了。下雨天太滑了是吗？上去啊，快点啊！哦，四脚朝天 ，Come on！ 终于爬上来了。哦，可爱的熊哎，太好了，终于获得一些肉。不要跑，不要跑，不要跑！不要跑啊！算了，不要追了。上次好像在附近也围过来，哇哇，我们离车子太远了。欸，我们跑回去啊，旁边都上次都过来了。先吃一点东西。哦，这个雷雨好大，快快快快快！去啊！我们在这边躲一下雨好了。跟上，跟上！哇，不行，丧尸过来了。我们到这个地方躲吗？还是先回去？回去车上。先去车上好了，在旁边而已啊。快快快快快！快 ，Let's go，Let's go， 僵尸来了，快走！